为着要让农民甲消费者会当有一个交易的平台甲空间，台南大内成果市场是进行开市祭拜。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火灾地酸野减产了相当多，价格比去年是搁较悬，也正做了市场上抢手的农产。配合上区内酸野产季的来到，今仔日伫咧区长的带领之下，台南大内区内的成果市场嘛进行了开市拜拜仪式，来保庇今年的交易市场会当一切顺利。咱伫迄个咱大来青果集货厂家吼啊，同款吼，咱要来开放高雄吼，来阮大来这种青果市集来迄个卖伊个农产品吼啊，为今仔日啊，就是六月十四开始啊，维持吼啊，维持吼啊，两个月的时间吼啊，阮家的迄个贩售机制吼啊，拢总有要求吼，咱农民啊提供伊个姓名。提供伊个联络方式最主要就是讲吼要来提高阮迄个农产品买卖的迄个品质吼予民众会当来真欢喜来购买吼会当买到咱带来真好的迄个农产品就对。但是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校区内山野减产了相当多，不过伫咧介绍甲品质方面，嘛是拢维持着相当袂歹的水准。咱台南吼即个时阵夏季吼是咱山野的盛产季节吼。咱大来这边遮吼嘛是台南的主要产地吼产量啦，往年来讲吼，伊大概3000公吨吼但是因今年吼受到天然灾害的关系吼所以咱山野吼损失已经达到70%以上吼所以今年的迄个农民吼损失真严重吼阮大来吼咱公所发觉这个问题吼就要求咱农业局农改场个农粮署吼来现场来勘查吼来予民众来受理天然灾害申报。伫咧青果市场内底，有提供了公帮的服务，另外卖出的农产也拢有农民的资料会当来对账。希望不只是提供大家一个交易的平台，更是有更加透明的买卖过程，来维持大内山野的好名声。记者柯佳明，大内区采访报道。